本次的军训任务。接下来请葛教官跟大家说两句。很高兴这次能来负责大家的军训，希望大家齐心协力，精诚合作，圆满完成军训任务，好不好？好。右直起，出列。上午的新生大会为什么没有去参加？迟到了。开学的第一天你就迟到，我不管你是谁，既然你现在是星宇的学生，就不要给我搞特殊化。作为惩罚，去给我打扫仓库。知道了。大家准备开始训练，听口令，小心。这里挺干净的，说啥舒适。这体能，你去一趟仓库，看看右日奇收拾完仓库了没有。我对，就是你，快去快回。啊，好。有人吗？说到这儿来，我再说一遍，我不是你的粉丝，是教官让我来的。教官让你来的？你也犯错了？谁犯错了？是教官说让我来看你收拾的怎么样了。收拾的怎么样？这个理由完美。你有妄想症吧？别那么自恋。变态。哦，你说谁变态？说你。我？我怎么变态了？你要不是变态，你进什么女厕所？我告诉你，这件事情以后不许再说了。你干嘛？什么我干嘛？你撕我衣服，你问我干嘛？我，你先把那个我给我。废什么话，你给我拿来。右之奇，你在干什么？程明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你没事就好，来，我扶你站起来。哦，魏峰学长，其实是这样的，我懂。啊？走。我先送你出去，这里的事情我来解决，你把这破布给我。哎，你懂什么懂啊？又干嘛？你要是想跟我单独相处，你就直说。你知不知道我跟那个鼻音男解释了多久啊？谁想跟你独处啊？要不是你步步紧逼，我能撕坏你衣服吗？那你不说女厕所的事情，我能步步紧逼吗？好了好了，这件事咱们到此为止，谁也别提。喂，我还有个事情。什么事情？就是你艺考的时候唱的那首歌，跟谁学的？那首歌，你问这个干嘛？集合！我程明，集合了啊！来了。